我的天哪，这么老些出租车咋都集结在这儿了呢？今天有个大事儿。啥大事儿？我咋不知道呢？今天不能为你们服务了啊！祝你们出行愉快。这是出啥事儿了？出租车1297大哥家孩子结婚啊，我们来捧场来了。他当时说用出租车，出租车完大伙就自己报名，就是几乎我们说就全去了。完外边还有一些哥们朋友车。那天我们一共就有7多台吧。好哥们儿够义气。接亲的出租车队排得整整齐齐，他们一会儿排上新郎的名字，一会儿排上新娘的名字，十分规范。豪车的价值观跟我们不一样，我们这一天天在一起战斗的生死兄弟的，他在我们这里特别好，是有啥事是有啥帮助，只要找到都能帮忙。大哥还给咱们拿那个什么了吗？租车钱了吗？没有，一家给拿包啥，都是哥们义气，互相帮助。